民众排队排超长，从庙前广场一路排到马路边，绕了好几个弯，还是看不到尽头。这里是屏东东港东龙宫，初一开卖限量的生肖小王马，今年是龙年，小王马头上小龙造型超可爱，开卖第一天果然吸引民众大排长龙，甚至还有北部民众凌晨就先冲过来卡位。台北昨天半夜造型怎么样？很可爱，搭配每年生肖小王马造型吸睛，已经有铁粉表示每年都要收藏。另外车城福安宫初一拜拜人潮爆满，福安宫今年取消抢头香活动，改成拜头香，避免参与人数太多发生意外。另外也和往年一样发送开运金币，今年准备10000个开运金币，初一到初五分批发送，第一天排队人数就破4000人，场面壮观。去年就来了，来肯定都会来。大年初一，东龙宫小王马超吸睛，福安宫发放开运金币，信众一早卡位抢牌，希望龙年都好运。这屏东综合报道，我是哈远仪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。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，我是哈远仪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